如果有钱是一种罪，那么赌王千金何超莲就已经罪无可赦了。31岁坐拥400亿资产，每天坐直升机上下班，家里光是保姆就配了十几个，在他的房间里更是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古董玩物，随便走几步都能闻到金钱的味道。赌王相差70岁，但赌王对他却是极尽宠爱，捧在手心怕化了。在何超莲18岁生日时，何鸿燊就豪掷百万为宝贝女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成人礼。赌王给何超莲的惊喜远不于此，除了百万派对外，他又接连送上豪宅、名表、珠宝首饰等，作为女儿的18岁生日礼物，总价值高达2000万。而在日常生活中，何超莲更是把豪字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寸土寸金的香港，他就坐拥上下四层的豪华庄园，占地高达800平，不仅室内的气派程度堪比欧式皇宫，屋外巨大的露天阳台和大型泳池更是惬意无比。此外，他还为豪宅配备了健身房、私人影院、家庭 KTV 等设备，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5星级酒店的待遇。而